上来就来把绝活。怎么说？奶油，奶油来把绝活。会。右边，全是绝活。那你和奶油的玩法力对我先。感觉看个人喜好。啊，就是你非要说的话，哦，他们也知道。啊，还能这样？对，是这样的，就经典帮你兑现。直接不让吃经验。之前超威龙王打妖姬也是长这样。这打不掉。他学完了的呀。这个真气是有应对的。我操，什么方法？就直接来帮你兑现。但是上一把他们没做这么绝，过不去啊，过不去怎么打呀？我被卡了，闪电也死了 ，A 哇，没拔毛，这种还打不过。说实话，现在你被就是被迫换，就是你主动选择换下那一方，一定会有这一波。哎，要打，哎，上不去线啊，又死了，坏了，哎，雷到了，哇，牛头还是打怎么过去啊？兄弟，后面的奎桑提也过不了。这最周巴恶心，这炮车掉不了，炮车兄弟直接被射墙上。这唯一两快速回家了，这唯一两滴血溢的，专门来就上。对，兄弟直接被射墙上。这唯一 Q 溢的怎么说？对，完了呀！先被套。对，上面补刀，阿美三杠。不是，说实话，现在是你主动换线的那一方嘛，你一定要出这个这波进攻，因为你肯定要换下来，你换下来，因为你不可能让下路塔一直被点。不然下打直接掉了，但是你会回不来，根本就三百伤吗？走了，五十基础加上每升两块吧。啊、哇，不会吧？早了，反伤不够啊！不够，伤不够啊！送来啊！六星来了一刀，来一刀，一刀，杰哥一刀 ，OK， 集团兄弟一千大米，可以啊，闪现大，这波是什么情况？泰坦不是就在脸上排演吗？这也敢冲吗？没，哎，好低啊，没伤害啊，确实像在送。你为闪现大起手。哎，左边右边都是对面的声音。哎，还够吗？怎么跟不上啊？第一时间阿卡丽还推线，哇，要死了，被来不及了。先给大。哎、啊，哦，直接下清兵了。阿卡丽要被换、啊，阿卡丽，哎，位没打出来，可以，位没打出来。哎，打到了呀！哎呦，啊，那个会不会 W 没打到吗？那 W 没打到你头吗？哎呦，正常来讲，空无合击应该是啊，我是阿闪吗？哎，好意味。送了，你管了，来人砍吧，哥哥就砍吧，继续追牛头。有闪现的，哇！天，有料，这波有料，这牛头玩还行啊。他会牛，老牛了，我操！兄弟，他会牛，在找人，找不到就算了。会有一说一，两波节奏全是被送的。哎，完了！又来连破甲，哥。哎，那一，这么的，变身了，被大了，能打，哎，能，草原无敌，哇，这飞机，哎呦，变成飞机主要是 ，fuck， 被飞机捣烂了，哇，几个人在一起被这导弹昏了，这波，感觉有闪就全输完了，还是八杠八千四，开玩笑吗，哥们儿？哦，让他说到这把真的看位了，其他人感觉很难翻身，只能魏先进去送一波，给博一个连。会快锁吧，只能魏锁才能赢，我是说。我那不直接去里面打了。不要抢，魏锁不会锁。来了，哎，闪现出来，哎，有戏啊，这样的吗？啊，这能 W 上去吗？不能 W 吧？能 W 上去啊？被锁了，怪了，要直接梭哈了，牛头要直接撞了。啊！顶走吗？哇，他这么稳 ，nice！ 这么有几率？哇，你看啊，真有点几率。反打的超恶心。
没有任没有一点机会啊，一个机会没有。八百血，我操！九杠零，感觉绝地残酷的，是的。哎，怎么给了打下把吧，兄弟？还行吧，这游戏你玩的巨难受，你看着都难受，找这个红色房子。看看这蓝色房，现在的蓝色蓝色房的下路是这个 Q， 是吗？搬不完啊，英雄。地形也好一点。哎，用不到阿卡丽还有过甲，还有复活甲，主要他是有那个炮的，搬完是另外一个用。这样的吧，搬首先是寒冰，搬了寒冰又有三大，三大搬不完，是爆开了，是的，蓝色方就是这样的。紫色方下路一正常，你蓝色方想下路优势的话，下路是一点。还要杀技的人啊！哇，干！啊，二塔都没破一个，节奏上确实是发现，感觉不能跟他们下路打的那种，是硬不打硬不，他打不了，感觉进入他们节奏了。这白汉是专门玩这个，压力大的抠，他们下路是就是专门。打这种必须得你超博下路是一样优势，感觉不能换线，我换线怎么了？然后你要这个的话，你打这种上单，你就确实特别。